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那来玩这款《神灵武装》，游戏是九游下载的。九游下载的话，需要用他们的九游账号或是微信 QQ， 还有微博。好，那我这边先选择伺服器，那就来吧。我刚才已经用九游账号登录了，我这边有一只小恐龙。那游戏的话，没意外应该是横版的 ARPG。那玩起来这个画面看起来有点像猎人。猎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。哦，前一阵子暑假出的，去年暑假左右出的吧。哦，猎人那款游戏。这边有剑士。哇，这款游戏怎么都是这么 man 啊？三个男角。好，枪手。哦，一样是可以转职啊，因为猎人好像也是这样。气功师可以转职，十五级可以转职，跟猎人一样。猎人我也玩了一个礼拜了，我大概玩了礼拜左右的话，游戏的玩法大家就可以摸透啊，我就可以稍微知道一下。啊，依照习惯我都玩女角，好，龙骑士跟女武神。来吧，那有 2D 立绘，然后战斗好像是 3D 的。好，哦，真的很像哎，哦，很像很像。没关系，我先设定一下热剑。横版的 ARPG， 动作游戏啊，哎，这么慢。好，使用技能，没有对到啊，没有对到也没关系。猎人的话，他就分那个他们那个念气啊、念力啊，什么巨仙化系啊、什么系啊、什么系啊。然后角色的话，不是用猎人的角色，是要自己自创角色，好像也是有五六个职业吧。五六个角色了，去年的印象有点忘了。那这个玩法真的超像，呵呵，超像。那主要都是用技能在打怪啊。OK， 我是不是应该用摇杆玩一下啊？好，取个 ID 吧。游戏的话是2月5号公测，哦，进行公测。我是在九游那边找来玩的啦。当然，我前几天就已经看到这款游戏了啦，只是想说没有机会玩，没时间玩。今天是2月7号，礼拜天。礼拜天基本上没什么新游啊，大家都放假嘛。好，你看这边考佣兵啊，猎人是考猎人。我来用摇杆玩好了，用摇杆玩我比较舒服一点，我比较喜欢用摇杆玩。好，那我来设定一下，先暂停。好，那我已经设好了，普通攻击3，好3，然后4、1、2。哦，右下角那个我的数字键，那是我摇杆的数字键，因为我每天都在玩 KOF 嘛，我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好，就打打怪。然后这边是我的方向键，好，那这边是我 HP， 然后还有 MP， 然后这边是现在时间、电量，然后网络速度，那都是假的，因为我是用模拟器玩。热剑的话，我想待会还会再新增吧。我好像是拿西洋剑。OK， 强敌来袭，怎么就这样？这突然就跑出来？我不能闪避，好，我不能闪避，我现在没有闪避按钮。我刚进来习惯按下下。因为那个 KOF All Star
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可以回避。好，我把那个乐剑隐藏一下。哎，还蛮多人的嘛。哦，那这个真的很像那个猎人，猎人也是从金鱼岛离开的哦，就到海港嘛。他是不是猎人抄袭？抄袭猎人的、啊？换皮游戏，换皮游戏，超级换皮。但没关系啊，如果你没有玩过猎人的话，玩这款也是一样意思啊。我把那个键盘的热键给移除。那我们这边要考佣兵，神灵佣兵。哦，几乎一模一样，几乎一模一样。想象一下，我现在考猎人。好，跟上杰特他们。他是完全换皮啊，把名字换掉而已，连这个斜坡都一样。好，来吧。猎人考试啊，猎人考试金鱼岛，然后在船上嘛，船上有战斗。然后来到这个猎人试炼场之后，就遇到那个狐妖族，是不是？我的攻击力好弱、哦，打得有点久。好，这边是鬼鬼祟祟的人，哦，大概是东巴吧。好、哦，这边可以变身的，我来设定一下乐界。好，大招吧，龙骑士跟女武神。我蛮好奇，说打击感到底要怎么做出来？就是我们虽然知道说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会有一些打击感，有没有？打怪的时候会有一些反馈，但是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游戏有打击感或没打击感，然后有好的有不好的。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游戏开发者的话，我要怎么去做出好的打击感？我就很纳闷。好，人还蛮多的，人还蛮多的。虽然现在是半夜时间，但是毕竟是放假日嘛。然后游戏是公测，公测的话，你看这个就一模一样，因为这边是那个猜拳嘛，就是爸爸妈妈掉到河里面，你要救谁？就考生啊。然后这边那时候是一个老婆婆啊。完全就是猎人，完全就是猎人。那只是例会不一样，然后背景音乐不好听，就 BGM 也没那么好听了、啊。杰特、哦，大家没有发现这是猎人吗？有没有什么聊天室啊？没有啊，这边带图了吧？好，继续吧。觉得它的地形都一样啊，只是剧情就改了一下这样。好，升到四等啊，升到四等啦，继续前往奇迹之树这边，进入一个副本。Go go go！ 我还蛮希望可以翻滚的。猎人好像是腾讯的，是不是？还是网易的？反正我记得这是女武神。会不会被告啊？怎么都一模一样？打起来有点慢。好，再来放个龙骑士。好，有月亮。
龙骑士就这样，也太烂了。大耳狐，好，抢你来袭！天狼星，明明就是狐主吧？恶心的技能回避，我来射一下热剑。回避的话要用哪一个？随便吧。好，天狼星获胜。反正那个猎人玩起来也是跟着猎人的故事在走，但是角色就不是用猎人的角色。好，那来激活我们的技能，配置一下。好，又多了一个技能。好，猎人考试。哦，没有啊，这个游戏叫佣兵考试。这边就没有东巴了，没有东巴。装备。好。稍微小声一点。就例会重新画过这样，欸，我每次看到这个对话，我就老想要跳过哦，跳过剧情。哦，按这个，按这个。我记得猎人这边是跑步嘛，他们就跑马拉松这样，然后东巴就拿一些泻药给大家喝。就拉肚子，然后奇亚就不甩东巴，然后那个小杰就直接觉得那个味道有问题，就直觉就不喝吧，印象中是这样。然后就开始跑步，但是没有啊，没有真的打，就是还是战斗了，还是战斗。欸，我是不是多了一个技能？对对对，多一个技能。他连这个技能排列都一模一样，跟猎人。天哪，完全照抄就对了。好，我技能已经多到爆炸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按了，反正就乱按。好，全部按完，然后就 KO。这个家伙是阿呆啊，阿呆怎么像是一个小学生啊？好，不是。技能间没有什么 combo 啊，就都是输出，就是说你乱按都一样，然后打击感就一般般而已，很一般。好，连这边都一样，只是它少了很多剧情，少了很多动画。如果你跟猎人比的话，你们可以搜寻我之前玩的猎人影片。怎么搜寻？输入哈姆猎人应该会出现吧？我在想。好，他们都有称号了，星云之心。好，一样玩法，连界面都一样。好，一直来吧，没有队友。对，这个游戏有组队功能。
然后又可以加 buff。好，这边还有 buff。Go go go！ 这边还有敌人。哦，这个这招是我的女武神，是不是？反正就一直按技能啦，然后15等之后你就要转职，转职之后他技能就不一样，两个职业都完全不一样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反正我是女武神跟龙骑士啊，好，名称不太一样。哎呦，这边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野猪啊？好像是野猪哎。应该不会死啊，啊不会死。女武神的话，把他抓过来。刚用女武神，女武神要出现一个机械手臂，然后把那个敌人给抓过来，揍他的。好，返回。他就是在地图上跟像 MMO 一样，然后战斗的时候是进入通关冒险的副本玩法，然后你到时候可以跟其他玩家组队吧。然后你不能不像其他 ARPG， 你可以切换角色，这种是比较偏 MMO， 就是练一只角色这样。好，继续。反正不想玩猎人就玩这款一样意思，这款感觉更快，根本没剧情。猎人的话还一堆动画，一堆剧情。好，新手的话玩到现在大概17分钟，然后已经可以签到。哦，在线奖励签到。那这边有背包，要整理吧。消耗品，就补血啊。哦，补血的。称号布，刚刚大家都用嘛，幸运星啊。OK。音乐有待加强，不太好听。我刚进来首页的时候，我有先测试一下那有没有版权啊。因为有时候在玩大陆游戏都要先看一下它音乐有没有版权。那我们再玩一场吧，这个游戏要15等才能转职的，可能要还要再花一点时间玩一下。然后目前是三男一女嘛，男女比例失衡，因为我比较喜欢用女角。来个女武神，抓他们。好不好，女武神。好，女武神伤害比较高啊，像这个技能打掉他们一点点。好，还没死哦。女武神 CD 也比较久，抓你们。是 boss 吗？我没有打，还是我都没打到？冲！龙骑士，龙骑士是这样，龙骑士好像比较强。到时候可能会，我觉得如果要转，应该你要再看一下哪种技能你喜欢，因为龙骑士跟女武神，他的那个一定整个技能都不一样，就看你喜欢哪一种。他整个3D 都全部做过，但是玩法都一样。三，然后补血是不是？好，补血，我没射热箭，哇，被打了，可恶！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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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那时间上也玩20分钟啊，反正就是一款横版的 ARPG， 那完全换皮猎人，哦，完全换皮，完完全全换皮，非常相似啊，整体上非常相似。有玩过猎人的话应该会知道，哦，猎人是去年大概暑假左右，是不是还是暑假过后，啊，当时出的啦。那如果你还是想玩的话，我会把游戏的连结放影片下方资讯栏位。那账号部分就是建议最好有九游账号，会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就先这样咯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